嗨，朋友们，我请你吃羊肉。咦，你真乖。Were you thinking? Yeah, 他就是想吃。这拆的这么多了，要不是你看那盒子，那么多过来，运费都是花了一两千，这一次，这运费得花，是吧？可以吃上几个月了哈，是吧？开饭啦！这个鱼怎么样？你们来评价哈。怎么啦？咋啦？哭啥啦，呱呱？这个藜麦的饭，哎呀，吃上瘾了这一段时间，很好吃，吃着吃着就吃着很香。这妈妈给你们拿，吃饭。It's so spicy， 好吃吗？吃，过瘾！哎呀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的天哪，被你们认可！我今天刚刚学的，这是另外一种做法，麻辣水煮鱼。谢谢姑娘。谢谢捧场。儿子呢？好吃，服务员。好好好，吃吧吃吧吃吧！今天刚刚学会的一道菜哈。得到你们的认可，妈妈很喜欢这个，没有吃都跟着是开始打呼，好吃过瘾。他不能吃辣的，吃吧，你喜欢就好。好，再摸耳吧，拜拜。咦，今天的确实够辣啊！辣，看看我猫味儿，好吃。哎，万费是太辣了，乖乖，妈妈不想让你吃，行不行？吃辣。啊，给你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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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宝宝。那个。啊 ，OK。那配料你可以。哎，要尝一尝，给你一点点尝一尝啊，乖乖。要是辣了你就别吃了啊，妞。来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好了，尝。好了，尝一点点哈，先尝一点点，太辣了，妈妈不想辣到你 ，OK。那就是大米。Too spicy。spicy， 嗯 ，spicy。I want drink water。哪有 drink water？ 喝吧，乖，那水在这儿呢，小弟。I'm just thirsty。OK， 喝吧，乖。麻辣花生吃上了，这是最爱。This is my favorite. That's your favorite. 这一会儿麻辣花生也不辣了啊， mm-hmm. 因为那个鱼太辣了。然后拿这个麻辣花生，嗯、mm-hmm. ，当这个零食吃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麻辣花生是我们开封最有名的， mm-hmm. 也是全中国第一家生产麻辣花生的兴盛德。但是后来你知道吗？都很多人在模仿卡比这个麻辣花生。不过都没有他家的味道好。吃的差不多了，看。我是用那个西芹还有木耳垫底。Come on, everybody get something to eat. Okay. We sit here and wait for everybody to get done. Okay. 能泡那儿？今天做的也稍微有点辣了，平时的时候哈用了另外一种方法，没有这么辣，但是我想尝试一尝试新的方法嘛，啊还好，那父子俩都能吃，宝宝妞不行，他吃不了，所以给他弄了那个玉米，然后等一会儿再给他煮个鸡蛋一吃。看到这个燕窝的名字，是你女儿的，你有什么感觉呀？我们应该做一个东西叫 Anthony 的。啊，做一个东西叫 Anthony 的，做一个是你的名字的儿子。Okay, maybe next one is Anthony 的白酒。Yeah, 这个不错哈，或者是 whiskey. Whiskey. Yeah.
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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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my, do it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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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做麻辣花生也够杨姐去吃上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那一箱子是我的什么啥呀？罗斯福儿子的，还有我的防晒的书，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课。普尔塞夫尼，普尔塞夫尼，普尔塞夫尼，普尔塞夫尼。站在阴阳窝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，一罐是4.5克，然后呢一盒是8罐，所以4.5乘以8罐，里边还有咱的普尔塞夫尼专属的泡发杯。好，打扫战场，看看两大箱子，赶快收拾。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会儿还要去儿子的那个篮球，他报了那个篮球的班，收拾收拾，然后差不多要出发了。好啦，也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哈。燕窝，你们去主页的店铺去拍哈，都在里边呢。喜欢哪个链接就拍哪个链接哈。好了，拜拜，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。